我很忙啊，最近都不能回来。等我安排好时间，我才回来看你们，好不好吗 ？OK， 拜拜。 阿妈，我在忙着，啊，我得空会回去看你的啦，啊，好了好了，我要做工了，啊 ，OK， 好，拜拜，老头子。 妈在电话里头说的不清不楚的，我也不知道实际的情况，只是说爸跌倒了，我们还是赶紧回去看看他吧。如果你在一个平凡的家庭长大，如果你的父母还健在，不管你有没有和他们同住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亲病倒在家，再忙。 也回家看看他吧。也许你不知道，父母亲也在盼着我们回家。 妈，你们回来了。妈，爸爸在哪里啊？在里面，看到你们回来，一定很高兴。 妈，我先进去看爸爸哈。嗯，好。爸，你们回来了。啊，爸，你的脚怎么了？人老了，病痛是难免的，你们不用担心。爸，我们没有留在身边照顾你，你们要好好保重身体啊。 会的啦。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家里环境经常沾满灰尘；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父亲的花草树木已经荒废。 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像以前那么干净；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家中的碗筷好像没洗干净；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妈妈的锅子不再雪亮了；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。 父母爱吃煮的烂烂的菜，你已经看见岁月的痕迹。来来来，吃饭了。大家一起吃饭哈。妈爸，吃饭。这是妈妈特地为你们煮的菜，多吃点啊。好啊。妈，这道菜很咸啊。很咸吗？
不会呀、啊。这道菜为什么没有味道啊？吃吧。不会呀、啊，味道不错嘛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不再爱出门了，如果有这么一天，我要告诉你，你要警觉，父母真的已经老了。当父母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，为人子女要警觉，他们可能会大小便失禁，可能会有很多事都做不好。如果房间有异味，可能他们自己也闻不到，请不要嫌他脏或嫌他臭。为人子女的我们只能帮他清理，并请维持他们的自尊心。还记得小时候你不爱洗澡，爸妈哄骗你洗澡的情景吗？当他们不再爱洗澡时，请抽空帮他们洗身体，因为现在他们可能自己洗却洗不干净。从我们出生开始，喂奶换尿布，生病时不眠不休的照料，教我们生活基本能力，供给读书吃喝玩乐和补习，关心和行动永远都不停歇。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动不了了，角色互换不也是应该的吗？为人子女者要切记，看父母就是看自己的未来，孝顺要及时，免得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在。你留意过自己的父母吗？